我去看看，等一下，改造一下我们粉丝寄过来的衣服。你知道哦，他把他爸爸皮夹克都给我寄过来了，但是我有点不知道我能不能穿出那种比较不一样的感觉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，改造这个就是舒适版的皮夹克版。因为我一开始拿到这件衣服的时候，其实它整件是很冷的，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oversize 的机车服。所以我其实看到这身衣服的时候，我其实就想到张曼玉那个，她那有一个 hinge， 然后她在里面有个皮衣的造型，会出圈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可能这个造型比较适合那个时候的90年代。她会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我好不适应啊。但是可能因为她本身，我是希望她有一点点帅，里面加有一点点性感，所以我可能会把白色的衬衫用的这个红白波边，因为像是比较漂亮。然后你看我所有的细节，耳环啊、口红，全部都是用那个黑夜的颜色。因为我是短头发，所以我可能是会把我的头发稍微往前一点。然后还有一个，其实蛮想看看他的建议，因为其实90年代是那种就是 V 领，然后胸部这个地方的曲线特别美的，所以我有点想把它这样子画出来。但它这里面的设计就很有意思，把它们塞起来，这个地方会这样会比较好看吧？比完全塞进去好看一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健身改造，你们感觉我挑战成功了吗？